奎儿还给你准备了好吃的。哟，今天吃烧烤呀？看什么看？今天自己吃自己的。什么自己吃自己的？我跟你讲，在这个家全部都是我的，来拿过来。我的，拿过来。我的呀，拿过来。哎呀，真的是，来拿走拿走。强强强，有什么好强的？那你待会儿别后悔了，你别再换过来了。我不后悔，我要是后悔的话啊，我就是猪。咦，那行，那我吃了啊。我是个大榴莲。一辉，你可别后悔。有烧烤，谁还吃面和鸡蛋啊？今天又是一顿饱饭。哎呀，老婆，啊，你今天是蛋蛋，你下的还挺香的，我拿张纸。好好好。吃面面。我得赶紧把老公的面多吃点。哎呀，那我也就吃我的大烧烤了。哎呀，啊，哭呢？全是空的。哎呀，哎，干什么呀？陈一天打开，你不吃就换过来，老打开了干什么？这谁给你惯臭毛病啊？不吃了，不吃了，还给你，还给你，拿走。八戒，八戒，还是我的炒面香啊，蛋蛋都被你吃完了。他怎么就不相信我呢？好心给他准备的惊喜，他就等着后悔吧。算了，那我先吃点小零食吧，幸好我有玉米羹吃。得亏我发现得早，你呀就吃你的白米饭去吧。配面吃还不错啊。那当然了，这个不仅配面好吃，配馒头啊，配米饭或者配饺子都很香呢。这么好吃，给我泡一碗。哎呀，自己不会泡啊。谁让你把我的鸡蛋吃完的？你就别想再吃其他的。哼，好了，老婆什么时候背着我买的零食，估计又乱花我的钱了。那给你老公多吃一点应该的。太香了啊，味道好极了。这娘们长得不怎么样，还挺会买东西的。我打开了啊，三二一，哎呀，哎呀，那我自己吃烤全羊了。哎呀，别讲了，都说我不行了，你赶紧把碗洗了去，我自己吃。啊，哼，就是故意让你看见，我再拿走。看看老哥藏的什么好东西，又想坑嫂子，那我就换个大宝贝让你后悔。哥嫂子吃饭喽。哎，好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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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，哎呀，这哎呀，哎呀，老公你看我这记性，我今天忘记煮了，就煮了一碗面，要不你吃面条，我吃南瓜吧。哎，好好，哎，你吃瓜你吃瓜，我吃这个面条就可以了。好，对对对，嫂子，咱吃瓜，吃这瓜啊。好好，那我先去上学喽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哎呀，老婆啊，那我就先吃鸡蛋了。你吃呗，我吃大榴莲。哎呀，今天太顺利了。吸活了，我就一桶。老公，啊，大榴莲好甜啊！哎呀，今天蛋蛋太香了，好吃吧？嗯，那你尝尝面面好不好吃？哎，哎呀，太香了。嗯，这么香，那我也尝一口。哎，啊，你不是有瓜吗？这瓜我放在最后吃呗，待会儿跟我，你跟我一起吃，我尝口面面。我不够吃。怎么这么小气？这还是我煮的呢，我就吃一口就一口。看你那小气的样子，不给吃就不给吃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待会儿我也不给你吃，我先尝尝玉米素。幸好那臭小子走了，不然又跟我抢吃的。这玉米素也很香哎。等会我吃好吃的馋死你。你要不要尝一口？尝一口。没想到老婆还挺有良心。面面吃
绝对啊。那当然了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不仅配面条好吃，配馒头、配米饭、配白粥都很香。我真是太喜欢吃这个玉米酥了，好吃到根本就停不下来。没有了，都被你吃完了，下回你那么贪吃呢？这么划算？对啊，那你记得得多拍一点。平时我在家打电视、看游戏、上厕所的时候吃啊，贼合适呢。行吧行吧，那我就再给你多拍点，你到时候可以放到厕所慢慢吃啊。行行行，老公果然还是那个贪吃鬼。哟，吃饱了？吃饱了，吃饱了，我吃了。你吃吧，烧鸡早就被我拿走了。你打开了啊？打开。三二一，噔噔噔噔！哎呀，那我只能自己吃小吃喝大闸蟹。哪里来的呀？变出来的，你走开！刚刚还不给我吃呢，小气鬼，我也不给你吃。啊好啊，原来老公偷偷躲这里。机智如我，看我一会全给他造了。哎呦我的妈！哥真狠。没事，看我来一个黄雀在后。哥，吃饭了。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哎呀！今天还是选一选啊。嗯，老公，你不是就想玩这种花里胡哨的吗？我今天就想着再陪你玩一会儿，选一选吧。选一选。那我就选面前这个红的吧。哥，我喜欢这个绿的呀。哎呦，我喜欢红的呀。哥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就喜欢这个绿色呀。你又不是不知道，我就喜欢红色的呀。哎呦，那这样。咱们石头剪刀布啊，谁赢了听谁的。那行行行，哦，石头剪刀布，我赢了，那我就选面前这个了。哎呀，老公，你确定你不后悔啊？我要确定，我要是后悔的话，你们现场所有人啊，都叫我猪八戒。八戒，八戒了。三二一，噔噔噔噔，哇！一三五七九，九个蛋和炒面。都是我爱吃的。老公，这鸡蛋怎么会在你这里呀？鸡蛋怎么会在我这里？都是我自己下来了，真是。那吃鸡蛋吧。那弟，那我们吃不大榴莲吧。好啊好。哥真是扶不起的阿斗，几个蛋就高兴成这样。我叫你他妈的。今天的蛋蛋啊。太香啦！哎呀，我们大榴莲挺甜的。哼，吃面面。嗯，哥的嘴一个养殖场都不够吃。啊、哦，炒面也好香啊。嗯，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弟，嗯，他都吃好吃的了，咱俩也吃这个吧。嫂子，这里面可是好东西呢，好东西一定要留最后吃才行。不然某些猪要跟我们抢的呀。你说的对，那我们留在最后吃吧，可不能被他抢了。对，我是那种人吗？就是那种人啊。哼，老公真是太自私了，吃独食的感觉真是太好了。嫂子，我好饿呀。你饿了？其实我也有点饿。那我们吃小零食。哎呀，来尝尝这个玉米羹。好来。哎，怎么老师谁来是你老公啊？来这个。哎，这么有话是吧？哥真的是讨厌死了。这么好吃，你又乱花钱啊？谁乱花钱了？这都是我用自己的钱买的。叮叮叮，没事弟，你到时候再给你买一点。好，谢谢嫂子。吃饱了？吃饱了。嗯，吃饱了。那我和弟吃这个了。你们吃，看你们怎么吃空气。弟，那我们打开吧。好，三二一，噔噔！哇，好吃！